所求不可得到的东西。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之好玩而又刺激的大熊猫时装秀表演，带到大家的身边。来，朋友们，快点来看我们精彩的表演啊！我们把一个熊猫吉祥物，把我们成都的吉祥物熊猫带到大家的身边。来，我们熊猫宝宝首先听我们一个秘密，好不好？给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独秀的表演。来。